椰子壳也是一样哈，也是一样去卖场买的椰子，回来喝完的，就把它剖开，然后面钻孔，这一只钻的孔比较不一样哈，比较有变化，比较大，所以声音会比较低沉。那前面这个哈，介绍一下，前面这个一般正统的是用蛇皮。那我用这个是一个奶粉罐的塑胶罐的盖子，把它截取下来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塑胶的，然后底下这一块垫底的，也是家里不用的那个木头所做的，这样把它拼凑起来，就成为一只很可爱的水管二胡。那刚才弹的那一首诗歌，就是回归主自己，这个因着一个弟兄他生病了，因为他还在打拼他的事业，因着过劳心脏发生了问题，他就是心脏开了大刀，他就想到应该要回归主自己了，不要再为这个世界，再为这个物质的享受去打拼努力，因为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主的里面，所以他就用这种诗歌来保守他的身体健康。那我再来，我还再来弹一次哈。这首歌我仍然是用基调来弹这一首歌，回归主自己。